空中云雾聚集，地下出现黑洞，祥云之地，藏宝传说，云雾蒸腾的奇景究竟掩盖了什么秘密？彭山迷云，地理中国即将播出。在中国神话传说中，有很多是关于蓬莱仙岛的。据说那里是神仙居住的仙界仙山。在古代，那里成为很多皇帝求仙访药之处，其中又包括秦始皇、汉武帝。可这座神山到底在哪儿？没有人能够说清。只有一点是大家公认的，那就是蓬莱仙岛位于海中，而且据说八仙过海的故事也发生在那里。在山东省境内有一个蓬莱，依山傍海，景色秀丽，云雾缭绕，犹如仙境。有人认为这里就是传说中渤海三座仙山之一，虽未有定论，但却引来诸多文人墨客来此走笔放歌。而令人称奇的是，在远离大海的太行山中也有一座蓬山，素有小蓬莱的美称。据传扁鹊就在蓬山定居，终日上山采药，入乡行医。传说蓬山所在之地是能够看到白色云龙的祥瑞福地，而且祥云笼罩之地植被茂密，沃野一片，遍布珍贵药材，号称百草王国。据传这也是神医扁鹊封地选在此处的原因。各位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自古以来啊，关于蓬山就有很多神话传说。这个蓬山呢，大多指的是蓬莱仙山，据说啊，那里是神仙修行居住的地方。可历史上呢，扁鹊得到的封地呢，虽叫蓬山，却并非仙界仙山。那么这个蓬山究竟在哪儿呢？就在这个地方，河北省的内丘，可以说是扁鹊的第二故乡，也一直盛行独特的扁鹊文化。但祥云之说又是否确有其事？前不久，地理中国摄制组陪同有关专家前往太行山下的内丘。太行山因自北向南纵贯中国的内陆腹地，被称作天下之极。位于太行山东麓的内丘，地貌呈三元式结构，山区、丘陵、平原各占三分之一。这个有着2000多年历史的小城，是中国版图上少数几个依然沿用丘作为地名的古城之一。因为扁鹊的封地在内丘，当地百姓为了纪念和祭祀他，建庙立祠并世代供奉。每年在内丘都会召开一年一度的中医界盛会，
来自各地的医药界同仁荟萃一堂。天地玄黄，天地玄黄，华夏泱泱，华夏泱泱。刚刚入行的年轻人也会在医祖的见证下正式拜师，传承衣钵。考察队来到内丘，所见种种均已表明扁鹊文化再次盛行。那么祥云之说要从何考证呢？考察队员首先来到内丘县，找到这样的文字记载：山巅有峭，大如盘，朝吞出云气，为城市楼阁，或与唐山相连，四十余里如长虹然，日出乃解。这里记载的祥云规模是四十余里，但当地流传的说法却是百里。工作人员解释，或许百里描述的是后来绵延的规模。在向导的带领下，考察队来到这座叫雀山的山脚下。沿着山腰行进了几百米，专家发现了一个山洞。向导说，这就是传说中的扁鹊洞。据说扁鹊当年曾在此修行。经过一番观察，队员发现这里并非想象中古树参天、药材漫山，而且扁鹊洞的洞道并不深，洞壁上裸露的层层纹理犹如沧桑的皱纹一般，似乎在告诉队员，这个看似普通的洞穴也曾经历雨雪风霜。专家介绍，扁鹊洞大概形成于25亿年前，由古老的变质岩层在强烈构造运动中坍塌形成。专家介绍，扁鹊洞虽然洞穴规模不大，但呈现一种非常罕见的巨型剑鞘褶皱构造。在高温的构造运动下，新生的变质岩层发生折叠揉皱，暴露出地表后，内核又受到风化剥蚀，最后只有坚硬的外壳保留下来，形成集群出现的岩石洞穴。专家推测，扁鹊洞之所以又叫九仙洞，也表明周边还有不少大小不等的岩洞。继续向前考察，一行人来到航拍中祥云隐约出现的地方，但出人意料的是，眼前并没有蒸腾的祥云，更不要说绵延百里的景象了。这就奇怪了，明明是航拍祥云出现之地，为何考察队赶过去却完全见不到这种奇观呢？此时啊，雾气散尽，队员为了验证考察地点无误，再次进行航拍，没想到啊，令人吃惊的一幕出现了。您瞧，通过航拍传回的图片，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半山腰的位置呢，有一条白色玉带将山体拦腰折断，犹如巨龙一般盘旋，却前后不见首尾。跟之前雾气中拍摄的图片进行对比，哎，看到没有，确实是同一个地方，只是之前啊有雾气遮掩，队员把那条玉带误以为是祥云了。那么这条玉带究竟是什么呢？它与传说中绵延百里的祥云到底有没有关联呢？千年浸泡的沉船，胎釉完好的瓷器，神秘的窑址，白色的云龙，传说中的祥云，种种谜题如何解开？彭山谜云，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1998年，在印度尼西亚的乌里洞岛海域，一艘中国唐朝时期的沉船被打捞上岸，这就是考古史上著名的黑石号沉船。这艘海上丝绸之路的沉船载有数万件中国瓷器，经过上千年海水的浸泡，只有数百件北方白瓷的胎釉完好。经过专家鉴定，这些瓷器产自荥阳。唐代陆羽在《茶经》中列出了唐朝最著名的七大名窑，其中北方荥窑烧制的白瓷和南方越窑烧造的青瓷被后人称为南青北白。但令人不解的是，荥窑作为中国较早的白瓷窑址，后来却突然消失了。时间来到2012年，由河北省文物研究所与邢台市文物管理处联合组成考古队，在内丘县城西关村南部进行考古发掘。经过6个月的大规模发掘，考古队发现了北朝至唐代的窑炉11座，灰沟6条，灰坑140座，出土了瓷器和窑具残片数量达20余万片，完整和可复原器物超过2000件。直到此时，世人方知，唐代的荥窑制瓷中心就在内丘。也就是说，黑石号沉船上的白瓷就来自这里。荥窑窑址在何处的千古之谜终被解开，但这和考察队探寻的白色云龙有什么联系呢？白瓷的基本原料有石英、长石、粘土等。专家认为，瓷器颜色发白是因为含铁量少。通过对太行山的整体考察，专家发现太行山东麓富有含铁量极低的假长石，而这正是荥窑白瓷最适合的原料。其实啊，这个原料呢，就是一直静待山中期间不断有人看见，只是没有将之与荥窑白瓷联系起来。是什么呢？就是之前考察中啊，队员看到的白玉带。专家说啊，这种独特的地貌景观其实是不可多得的矿产资源。但这并不是史籍中记载的百里祥云呢、啊、不是说那个自然奇观的出现和一个洞穴有关吗？这不，考察队啊，又发现了一个洞口。新发现的洞穴位于太行屋脊东部，向导告诉大家，这个洞叫蝙蝠洞，曾经有采药人进去过，里面结构错综复杂，洞连洞，洞套洞，深不见底。让队员意外的是，虽然这个洞口并不大，但在高温的天气里面却有阵阵刺骨的凉风袭来。降到10度以下呀，啊，7度就是7度，7度稍多一点点。这一幕也启发了大家，或许就是这种洞内外的温度差异，导致雾气蒸腾，形似祥云。怎奈此处洞口太过狭小，最瘦弱的队员都无法进入一探究竟。通过对附近山形地貌的分析和烟雾试验，最终专家确定，眼前这个小洞纵深较长，向上直通山上断崖位置的一个较大山洞。一位队员攀援到主洞口位置，拍摄了一些画面。
画面中洞内随处可见蝙蝠粪便，证实这个蝙蝠洞的确名副其实。经过进一步观察和分析，专家认为由红色石英砂岩构成的山体犹如一道赤壁铜墙，这就是太行山区的主要地貌杖石岩地貌。专家解释，蝙蝠洞就是在这种地貌应力作用下形成的，而队员之所以会在洞口感受到凉气，是因为烟囱效应。这个烟囱效应啊，是一种热交换现象。其实解释起来很简单，我们知道在密闭的洞穴里呢，温度是恒定的，当洞穴上下贯通的时候呢，空气会产生流动，就像烟囱一样，在里面呢，热空气上升，冷空气下沉。夏天呢，因为气温高，热空气强，相对的就会有更多的冷空气被墙里吸进去。这时候啊，人站在洞口就感觉有一股冷气，那种透骨的冰冷让人不寒而栗。专家说啊，如果这里温差足够大，或者热源足够稳定，并且有源源不断的补给，那么在冷空气上方呢，是有可能形成小范围云雾的。但这个山洞出露于杖石岩地貌，没有地下水源补给，而且规模不大，并不具备这个条件。此时队员们吹了半天的冷风，冻得四肢冰凉，牙齿打架。向导说啊，这里的村民要是遇到这种情况，会赶紧下山泡个温泉就解决问题了。一行人来到太行东路的丘陵地带，发现这里有个与众不同之处。太行山区大部分村庄的山泉水都用来进行农业灌溉，但这个村庄却用山泉来沐浴。哦，就是哗哗的水声就从这里传出来的，是吧？比这边水比那个水温度要高，就是刚刚出来。在这个方向来看，也因为有点发黄发绿，是吧？这里面应该是寒流比较高，这个可能就是洗浴比较好。哇，直线上升。43了。村民告诉队员，现在温泉的温度较之过去有所降低，曾经这里的泉水温度相当高，甚至能煮熟鸡蛋，但最热的地方没人敢去，因为那是一座空山。按照老乡所说，考察队来到了温泉北边的永固村外的一片旷野。带路的村民告诉队员，农忙时大家用农具敲击地面，就会发出这种咚咚的声响，说明地下是空的。向导说，曾经还有勘探队来此考察过。在向导带领下，队员向前行进了约1000米，大家眼前出现了一个凹陷。这里空间并不大，可以看出多年前坍塌的痕迹，周边的洞道已经被掩埋，大家在洞内明显感觉到阵阵热浪涌来，洞壁上也出现了一些钟乳石和石花。所有迹象表明，这里就是一处岩溶洞穴，而且曾经有地下暗河的存在。这就是当年地质勘探队的图纸。通过上面的数据，专家了解到，这里不但有地下洞穴，且是多层叠加，洞穴中的水源也极其丰沛。越到地下洞穴深层，水温越高，最深处甚至达到了沸腾状态。
这也印证了老乡所说当年水温能煮鸡蛋的说法。可是温泉的热源来自何处？为什么现在水温会降低呢？通过查阅相关资料和走访周围村民，队员发现内丘地下确实存在特殊热源，就是埋藏较浅的煤层，深度大约在地下100米左右，而地下水位线却在60米上下。煤层里面含有硫化铁，和水发生反应后，硫化物分解形成氢氧化铁，同时释放出热量，对地下水持续加热，因而形成温泉。永固山山体内的地下岩溶洞穴自然成为地下水运移的通道，而这些岩溶洞穴距地表不过20余米，溶洞上方的岩石裂隙天窗就成为湿热气团向外蒸腾的输气管道。特别是在冬天的清晨，地表温度低，温差大，冒出地表的热气迅速冷凝形成水雾。由于这些水汽出口沿地下溶洞密集出现，就形成了一道长达数千米的水汽幕墙。另外，喷出的水雾中含有较多的化学物质，呈现黄绿色的硫、褐红色的铁，甚至不乏灰黑色微粒状的煤粉，在阳光的折射下异彩纷呈，绚丽多姿，看起来有如七彩祥云。祥云的出现地和来源终于确定了，但为什么现在看不到这种盛景了呢？为了找到足够的证据，专家建议将考察范围辐射到永固山和雀山周边，做一次大规模的科考。这一天，考察队途经鹤渡岭，远远一看，队员觉得颇为奇怪，这里明明是河北地界，为何会出现西北地区的窑洞呢？而且规模还不小，在一面崖壁上整齐排列了5口窑洞。确实奇怪，窑洞是我国西北地区黄土高原上的典型建筑形式，依托的是厚厚的黄土层。可是河北内丘这个地方是平原丘陵地带，并不具备这种土层条件，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考察队直奔窑洞所在的小山。上到半山腰啊，大家凑近崖壁这一看，还真是窑洞，里面没有住人，但还是能够看到碗盘和一些简单的生活用品。因为5口窑洞排列的样子像一个手掌伸出来，就像我这5根手指，所以呢，当地人把这儿叫做5指窑。为什么那里的人要在山上掏这种窑洞来住呢？走访中，考察队了解到，这个5指窑的用途只是给牧羊人和采药人作为短期的歇脚地，而且这几个洞穴也并非人为打造，就是年复一年的这个水流过去，是吧？然后再水再变成冰。哎呀，你看，是吧？在石灰岩地区，这种规模的山洞并不少见，但像这种几个洞穴整齐排列的情况确实属罕见。这5个山洞处在一个弧形位置，并且山崖陡立，周围的山形具有同样的特点，像是被撕裂开一般，在山与山中间形成了一个断线区域。专家据此推测，这里山崖两边曾经是一个大的山体，而在山体内部有一个较大的溶洞，在经历过重大的地质崩塌后，主洞和山体都消失了，
而今天人们看到的五指窑应该是残存的几个支洞。它之所以称为窑呢，就是它原来溶洞一些支洞，原来是一个大的一个溶洞，啊，最后由于断层的作用，破坏了一半，就仅在岩壁上保留了部分的一些遗迹。作为中国木板年画的鼻祖，内丘神马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汉唐时期。那时随着造纸术和印刷术的广泛应用，这项民俗在内丘空前繁荣。在这一张张普通的白纸上，土神、火神、怒神、井神，自然界和生活中的神灵都被鲜活地印在上面，而其中最为特别也最让人过目难忘的是土神的形象。尖尖的头顶，大而圆的肚子，身体中央标有特殊符号。尤为奇特的是从眼睛里伸出的双臂，从眼睛里伸出两只手来，实际是表现即神的目光如炬。这种手眼通天的土神形象，预示着内丘人对土地的自信、崇拜和感恩。而这种民俗投射到地理环境中，则体现了当地百姓对家园阡陌的敬畏之情。山高水长，万物有灵，这是内丘人信奉的生态法则。古时祥云笼罩之地，而今巧借自然之地，内丘人用苹果小镇、红枣之乡这一张张名片，树立起昂扬之姿，在燕赵大地上书写最美的自然篇章。祈求祥瑞文化的心理是古人和自然的一种交流，或者说是一种最朴素的祈愿的表达。在内丘呢，不管是对七彩祥云的憧憬，还是对内丘神马的热衷，其实啊，都是对自然崇拜的体现。说起来啊，在不同的地方呢，看似有着不同的民俗风情、不同的地域特点，但追溯原因的话，会发现有一点是共通的，那就是对自然的崇拜，对土地的热爱，于是才产生了形形色色与土地与环境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好，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咱们下期节目。